请不要非法暴力逮捕。你依什么法令？把你逮捕我了，请你说出。请你依法逮捕。逮捕我。我们记者要进去呀。请凭什么？你妨碍公务啊！妨碍公务。走，进来。我要抓我，警察都抓人的。咱暴力恐吓都不处理。暴力恐吓都不处理。处理完再处理是干嘛？让他鬼子打我，你来打我试试看哦。在干嘛？手放开啊！不要破坏公务。我没有破坏公务，你破坏公务啊！我们跟警察警察进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现在跟警察报案，里面有人恐吓。没有恐吓啊！为什么恐吓？案子都不处理。搬警察啊！为什么恐吓都不处理？我狗老都不行吗？信一点好不好？你信好不好？你信好不好？已经妨碍公务了，好。你信好不好？直接上钩，带回去。麻烦你配合一下啊。妨碍公务。啊，先生，我现在依法，好，麻烦你走到后面。我们说里面恐吓，为什么不处理？没有造成危险的时候，不可以上铐，尤其是反铐。为什么反铐？为什么反铐？如果你反铐是违反逮捕法的。我说逮捕。鸭子。怎么了？啊，为什么恐吓不处理？恐吓先行吗？为什么不抓？恐吓暴力为什么不处理？恐吓暴力。恐吓暴力为什么不处理？恐吓暴力。恐吓暴力为什么不处理？恐吓暴力不处理。恐吓暴力不可以有差别待遇。暴力不处理。恐吓暴力不处理。为什么要有先后差别待遇？不处理。恐吓暴力不处理。恐吓暴力为什么不处理？恐吓暴力不处理。恐吓暴力不处理。为什么不处理？你如果要依法处理的话，不处理。恐吓的暴力都。里面有恐吓暴力的现行犯，为什么不逮捕？做些工还是工作啦，不对啦，你是等准备保护啦，对不？爱吃中奖，钓就钓，钓就钓。我刚刚那个先生欠哦，跟我差三米钱，我多还差三米钱。那复数对不对？那个复数啊，可以复数。你爸对谁？啊，你刚丢？昨天交的吗？昨天爸，你们来报。请你不要用这种姿态面对。警戒的时候，请不要用这种姿态面对。帅哥，你们是这样教的吗？帅哥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敌人。不要，请不要用那种威胁性的姿态守卫。万一老师被打死了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正当防卫，我们要救治安部老师。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你到底要不要处理啦？集结！你报警！
人维持公平关系就对了。你们在酒店维持就对了，公平维持是不是？老师被打坏了，不要要修法，你们要不要修法？喝完酒，你们要怎么样打好就能放进去？我们被打坏了，就能进去跟我讲。公平打人，警察维持。为什么不去救他？为什么不去救救他？你还救的救的死人啊！我若无讲什么，我去救人不行吗？你喜欢喝运动加蛋嘛？我要进去救人不行吗？我要救人不行吗？我们要去救人，我们正当防卫。我们要去救人不行吗？我们要救人不行吗？你给不了，给他好看，我没给你呀。